我第一次被拦车哎、欸！我那一天开的车是比较和善那一种的车。那什么车看起来不和善？就是阿发，然后大七。阿发，千万不要按喇叭。阿发看起来很不和善。千万不要。阿发车看起来不和善。超不和善的，就是我看到他们来，我就是让他们过啊。开得很开。你超开，我宁愿违规。借你过，我有一次为了要让一台 C63 我直接开到金钱豹上面去，叫他爬，你先给他爬下去，我起码唔敢塞去中港路。我曾经在中华路有被拦过一次车，不知道是因为我关到人家门还是怎样。关门的意思就是你超车，然后把人家因为对方来车，然后你刚好急切进去，那台叫关门。那台车就在中华路，然后把我拦下来。他很气，他就是这样一直抠抠抠抠抠，然后我车窗就摇下来，然后就打一支烟给他，我来假婚。然后他万一这样丢掉说，我就没有在吃烟的。没有，他看到我他就吓到，哦，拍谁拍谁，他就换他讲拍谁拍谁拍谁。我说不，我最爱拍谁拍谁。然后两个在那边拍谁拍谁。不，我拍谁拍谁，我该拍谁，我该拍谁。无啦，无啦，我拍谁？拍谁啦？拍谁？我第一次被拦车哎、欸。我那一天开的车是比较和善那一种的车。那什么车看起来很不和善？就是阿发，然后大七。阿发，千万不要按喇叭。看起来很不和善。千万不要。阿发车看起来不和善。超不和善的，就是我看到他们来，我就是让他们过啊。开得很开。你超开，我宁愿违规。借你过，我有一次为了要让一台 C63，我直接开到金钱豹上面去，叫他爬，你先给他爬下去，我起码唔敢塞去中港路。所以自从上次我关人家的门，拍着拍著，如果上次那个大哥你有看到我在直播的话，我一本关门挑钢，我真的对你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硬切的。看火车在那边都蛮紧绷的。哦，那一条路尽量不要。中华路、中正路、北屯路，然后还有太平的那些街道。太平那些街道是什么意思？哇，凶狠，凶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